跟我一起感受这个节奏，我们向上，肩部抖动，前后，再做两次，感受胯部和肩部上下。好，我们向前前进 ，Go， 这次转手向后退，继续 ，Go， 向后，新动作向侧步走。屈手向下用力，换一侧，摆动我们的手臂，向上，换一侧，新动作，转动手臂两次，转圈，击掌，再一遍，击掌，从头开始，走。四次转动，继续，把我们肩部幅度变大，动，非常棒，新动作向侧，快速向下 ，Go， 转动手臂，变换了，里东扩。手臂伸直向上，有效地告别我们的掰掰肉，摆动转圈两次向上，我们从头开始，向前一次抖肩，转动胸椎，活动我们的小臂，干，向后，撑背，侧动作，向我们的手臂伸直，用力向下，非常棒，坚持，手臂向上，还有一次，摆动两次，发起击掌。跳八次，好，跟我一起降下来，嗨，放松，摆动我们的胯部，向下，向下，控制，调整我们的呼吸。最后一次，准备好了吗？连贯在一起 ，Go， 向后跳跃，走步，向侧走，伸直手臂。摆动手臂，再大一点 ，Go， 跳跃，上侧，加油，快速向下推，转动手臂。Now I feel better.